请收看《维新世界》，水陆法会，义工利人天。非常高兴巧遇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水陆大法会，就是我们的志工大队总大队长陈金座陈贤士。陈贤士你好。雅集贤士好，各位贤士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真的非常的高兴哦。对呀、啊。那每一次呢，在我们的水陆法会，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志工啊、捕捉啊，大家忙进忙出的。对。现在已经开始在排了耶。对，现在要先把我们的桌子先摆好，预备好。啊，是。哎，对啊，今天是由我们胡涅道长、甘山道长的法师、圆寂法师带领他们的同修来这边负责。哎，对对对对对。今年的捕捉大概可以告诉我们，大概预计有几桌？我们今年是开始我们依实际的桌数来做。是。目前总桌数12700多。是。对对。然后再增加的话，我们再把桌数增加上去。是。对对对对。我想应该会再增加的。会会。因为善心大的好多。对对，很多。是是。嗯，每年会再增加。是。他们今年动作比较慢。是。那在法会期间还会再增加，是会。看到这个捕捉一直增加的时候呢，我们担心了、啊，志工够不够啊？哦，我们放心了，我们志工都安排好了，我们准备好了，没问题。是是，太好了，准备好了哈，这个是最好的。对对。那已经，请问一下我们的大队长哦，你已经住进了我们的仙佛寺几天了、啊？我没有住进，但是我。这礼拜每天都到，是，哎，那今天开始进驻10天，是，对，记得这几天我有到仙佛寺来呢，我们是看到我们的大队长哦，在忙进忙出，忙进忙出，对对对，大概在忙些什么呢？我们的前作业，前作业包括最基本进货，是，然后进货到今天早上才圆满，前后3天，是，然后我们要准备宿舍。对啊，宿舍我们里面不够嘛，我在外面租了2间房子，是，要去打扫，要去整理，要去铺那个毯子，什么都要做。是、哦、啊，对对对对对，好辛苦 哦。所以其实远道来的这些志工们哈，他们就是北中南都来吗？都有都有。那这宿舍安排给谁住的？我们北部跟南部都有。是。他们来这边，因为有登记嘛，有的是全程护持，有的是2天3天都有。是。那我们请我们的副大队长哦，由他一个全权处理，然后我负责租地方给他处理，我安排人员，然后登记哦，这很麻烦。是。你要还要车辆问题，是。你的交通问题、住宿问题都要安排。是是。对对，因为总共有200多位义工嘛、嗯，那你前前后后每天有差不多8天的时间都要安排，是，对对。那所以说，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总大队长，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仙佛寺的这些的水陆法会、嗯，您大概参与了几年了？那哦，这个动作我看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到不行了。我从入我们中门到现在第一年，18年前。哦。18年前开始做水陆法会，我就参加了，那时候我还不懂。
我也不晓得什么水陆法会，但是我就有参加了。是。对对对。所以当时也是做铺装吗？啊，对，刚好是看帮人家，反正人家做，我跟着一起做。是。我不晓得做什么事，就看人家忙，就跟着一起忙这样子。哎，对对对。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经验，大家忙一起忙，肯付出。对。所以说，你把你所学习的这些经验呢，再来把自己呢全身投入，然后帮助更多的人，在每一次呢可以让我们的水陆法会更圆满哦。那这一次的水陆法会这些送货啦，还有拍桌子的，都是由你个人来传达，或者是已经大家都有经验了。像你说有副大队长啊，这些来的经验应该都很够了吧？基本上我们黑衣部队没问题。啊，但是因为我们有各道场的志工中队，是他们来，他们不会像我就会来指导他们。是，像刚刚是我们湖内道场，他们觉得说不太清楚，没关系，我教你们该怎么摆桌。是，对对，注意一些应该注意的地方，都跟他们那样的讲解一下，大概都懂了。是。哎呀，是。所以其实每次水陆法会，刚刚看我们桌子都排在一起了，是不觉得什么哈。桌子一排起来的时候，让我想到师父讲了，就是说我们仙佛寺呢遍地开花。对对对，传奇真仙佛寺是唯心净土，唯心净土要遍地开花。对，一张普桌一朵花。对对对，所以我们。你会看到到明天开始，后天开始普桌宴口的时候，你都知道我们仙佛寺是遍地开花。是，对对，那个莲花池也会开花。是，对。哇，太殊胜了。对，光现在几个桌子，我就觉得说，哦，真的看起来好殊胜了哈。嗯。可是我们知道这几天可能天气会变很热哦。哦，没关系。可以吗？风大雨大都不怕。是。啊，对对，再怎么热也不怕，哎，就是要把它圆满。是。哎哎。那现在就是说，除了刚刚我们的湖内道场之外，还有其他的道场来配合吗？我们每一天，我们这整个法仪都有安排各道场来护持。是。好，那我们这一次这三年是由我们原理法师他来负责这整个志工中队的志工来调度。是。那配合我们黑衣部队来完成这样子。是。对。那我请问一下，每个黑衣部队啊，是不是都要戴个手套，要干嘛的？手套是为了怕手会受伤，因为你们桌子脏，而且怕那个久了会怕刺到。我们都会戴这个，因为手都受伤过，会怕所以大家戴这个比较安全。久了得新鲜啦哈。那所以说大家工作很辛苦，没关系，一定要大家都很安全啦，这是很重要哈。那我看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大个儿这样子哈，这个桌子一抬呢就可以抬起来了，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大概有经验的啦，一个经验啦哈，一个经验你就会弹哈，这男女不分了。好，那我请问一下，来照一下，为什么这个桌子呢要把它翻成这样子？刚刚的遍地开花这样子不是很好看吗？有一句话叫空桌不过夜。空桌不过夜。对对，因为我们还没有摆贡品，是那个宴口还没开始。是。那你现在把它摆好了。到晚上你没有收起来，这样子代表我们还没有供嘛。是。那法界那些好朋友说，你桌子摆好了，为什么不上菜？会这样子。他们会在等。然后他就不止等而已，他们会吵着你。埋怨。吵着你说，你赶快上桌，赶快上桌。是是是。那我们这样子告诉他们，我们还没开始。对对对对。所以先摆好，然后一定要先另外一个桌子给他放过来。这是前作业，不然我们当天的话会来不及。是。前作业做了，然后我们盖起来。这是从我们的餐厅啊，餐厅我们打烊以后是把桌子坐那个椅子往桌子上靠，你看过吧？是。倒起来，代表我已经打烊了。是。这类是这个意思。是。代表我们现在不营业。现在还没营业。还没。那如果今天就是所有的山，我们的仙佛寺的满山满野都已经开始遍地开花了吗？对对，已经。然后一定都要有一个工作，一定要放着。一定，我们那个500楼那边摆起来的，一定都这样子。是。摆好了，算好了，就把它盖起来。那明天是算正式？明天是打包。打包。打包引魂。后天宴口开始。后天。是。5月1日哈，五月一号。后天可真忙了哈，各位。明天也很忙。对。明天打包会动用100-200位。在哪里打包？就在我们的大粮仓，仙佛寺的大粮仓哦，在金炉前面的大粮仓。哇，是是是。对对对。真的有机会哈，我们想带各位去看看那个大粮仓，那个大粮仓真的。你现在去看就会很壮观了，现在就很壮观了哈。是是是。好，那我们知道每一次呢，我们的水陆大法会真的动用到的人力、财力、物力真的很多。但是师父开始说，每个人都要有一颗很虔诚的心，就像我们的这个普桌志工大队的总大队长就是这么有心。从他以前进来我们的维新圣教，一直到现在呢，就是从经验里吸取了更多的经验，然后呢再来辅导很多人，让很多人可以再来辅导很多人，这样做起来得心应手。对啊，对啊，对啊。
希望大家都来参持，共享盛举。是是，恐怕雅琪很流汗呐、啊。各司所职。是的，这样就对了哈。所以希望这一次呢，我们普桌也是相当的圆满。对。那当然啊，您布施的功德也很大哈。没有功德。那不管是大队、中队、小队，所有的人员，大家功德无量。祝福我们这一次水陆法会。好，一定会圆满，功德圆满，大家圆满。谢谢你呀、啊，感恩，谢谢。好，现在呢，就是站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普桌的，副大队长，副大队长哈，哎，副大队长，请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志工大队副大队长温怡珍。是。副大队长啊、哦，很忙了这一次。好，你要放下你的工作到这里来了。对，因为这次哈、哦，我们水陆法会，护持的人非常多，北中南。那因为要安排住宿，还有车辆，哇，前面真的很不顺，很头大。而后来我有求老祖，老祖真的慈悲啊，让我后面都安排得很顺利。是，本来的车子都不够。对，因为护持人的天数不一样。是。所以头大的问题是车子不够。那人员呢？因为他不是一整天都在这里，会调换，是不是？对，因为有人护持两天、三天，有的全程，那你要安排他们住宿。那我们住宿，因为也是地方有限，那好不容易也是老祖慈悲哈，让我们能够找到外面的住宿，然后来看，就是说，哪些人住几天几天，然后要一直替换。对，然后要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有地方睡。是。然后车子的安排呢，就是我是负责。那个北区我们那个永乐教室的，他们的安排车辆呢、啊，还有中部的都是要安排车辆来回的载的回的又不一样，来的不也许这一台车，但是回去也许不同台车，哇，就是改来改去改得我一个礼拜都好头大，不过还好老祖慈悲，最后都有车子好坐过来满他们的愿，可以护持，不是你这物事者。也雾煞煞，我听的也是雾煞煞，但是我知道真的很忙就对了。不同天，有的两天、三天、五天全程，然后有的当天来回，所以你搭车来，也许搭这个司机是三天的搭着来，回去没人载，那我就全部都列表出来了，报名出来了，全省的都报名出来，大概目前这次法会普桌，包括南部高雄的100多位。100多位里面住宿的大概就男女师兄加起来都有60几位，全程的男师兄啊、哦，加上女师兄全程的女师姐全程的就50多位，那男师兄就10几位全程的，加起来60几位全程8天，那你要安排那个住宿，然后临时的一天两天的都要替换的，所以一直要把它资料做得很整齐，更改才不会到时候啊，有的人来到没地方睡。所以普桌不是只有桌子的问题而已啦，哈，桌子这个好安排啦哈。那师兄，因为安排的这个住宿安排北都湾后，你有全程住在这里吗？我全程在这边、哦。全程在这里呀、啊？在外加一台小货车，满、哦、山跑的。是哦，那来先请我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那个大凡寺。现在在那边上21届，哎呀，昨天因为大凡寺那个请老祖师尊啊回中本山啊，我跟大师兄他们一起过来的，所以你说你激动，就是说你也要可以排桌子，也可以开车子，也可以打包，什么都要，但是你多别人一样要开车。对，开车的意思是要做些什么事？因为普桌的话，因为这个。中本山这边的话路比较小条哈，我们那小货车的话就是比较方便，大货车来的话因为要闪车比较麻烦啊、对，我们就是说小货车机动啊，随时负责帮忙这样子。所以你说你是开车，那你平常的工作呢？我是做水电工程的。水电工程难怪会晒得那么黑啊！是，所以可是你现在你把工作都放下来了，然后等到我们水陆法会圆满了，你再回去做水电工程。对，哎呀，生意会影响都很支持呢、啊。他都很支持啊。我家师姐她一样也是21届，她今天晚上也会到这边来水陆法会帮忙啊。你不会担心说你把全程的工作都放下来，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不会啊。
也我们都有事先安排的，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有计划哈。那我们知道就是副大队长哦，这个大家都这么样辛苦了，你看看他站在这里就慢流汗流那么多了。是，那个我们北区的组长，他是负责机动组丢包载货这样子，我们有分。哎，埔州归埔州，我们都有分得很清楚。卡抽当的就对啊。对，你看。阿杨北啊。我刚刚是看你把那个桌子一扛就扛起来了。哦。对，我们已经习惯了，哎呀。习惯了。啊，其实是每位师兄姐都有办法，他只是说一个诀窍而已。对对对。是，那你做几年了？加入志工的话，才差不多一年半而已。一年半。对。一年半的诀窍这么好，好吓人哦。因为每一年大概有一个大法会嘛，就是。三宝寺、大凡寺、大安寺，还有我们那个我们仙佛寺，所以一年大概基本上都有四个法会，哎，所以你做几次就习惯了啦。哎，那个一个角度，哎，你师姐也很会丢啊，桌子这样一甩就过去了。哦，对啊。说真的哈，丢包是丢包，我们每一次拿到那个贡品的那个包，那个包啊，那包啊，那个贡品还是真的非常的多哈，非常的重。那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空无有力的我们这些师兄们。来帮忙哦，真的女生会很累的啦。还好啦，还好、哦，只要肯做，绝对不会累。啊，老祖师尊会保佑我们的，是是，希望这样子，所以很高兴哦。虽然说你在这边，那汗流那么多哦，但是我们可想而知哦，哎，老祖这么慈悲，让这么多有心的人，大家呢来布施时间体力，那我相信呢，就是说可以让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尤其这一次我们希望借由法会呢，就是。来这一次的那个我们的水陆法会，大家都能够很圆满，这是很重要。嗯，对，谢谢。像这是我们普作作业呢，五月二号是斋天，那天是没有做普作作业。哎啊，我那天会就会回去带一台游览车，功德会的会员上来跟老祖祝寿。哦，嘿，对，因为那天刚好空档，就赶快回去带人上来。哦、是是是。对，祝寿很。每一年都这样。也其实不是只有排补桌而已哈。对啊，还要负责，还要把功德会会员顾好。是是。对啊，是。那你就全程在这边了。全程。预计大概几天？我现在是要到七号。七号。要请老祖师那个大凡师要请老祖师尊。是。回去的时候。是。再一起回去。所以忙完的时候啊，记得多吃一点呢。还好啦，这边伙食也很好。哎、啊，对，多吃一点有体力嘛。多天哈、好的，好的，好的。那先谢谢你啊，大家都这么样的付出，功德无量。也谢谢我们副大队长啊，谢谢你，要跑上跑下的，里里外外的我们的埔州的事宜。那大家的一个共同愿望就是说，希望我们法会圆满啊。那谢谢你们啦、啊，哈，谢谢，感恩祝福你们，阿弥陀佛。你看看哈，恁即卖是咧创啥？这是咧创啥？用藏油啊！哦，来看一下哈。嗯，用藏油啊，这藏油你即卖是新色哈？嘿，新色。哦，安尼哦，足济呢。嗯。这大概拔起来会几个哈？应该几十罐有啦。几十罐哦，啊，这拔藏，咱我们是供佛的吗？还是供佛的，供佛的。嗯。哦。嗯。那拔藏是你拔，还是还有几位？其他师姐绑的、哦，就是恁家即个亲自做的，先家即藏鞋啊，洗好好，洗好好，了爱肯我打嘛哈，啊，当时要开始绑，明仔载吧，明仔载开始绑哦，嗯，啊，你也好绑不？我是伊会啦，啊嘛，到三工安尼就对啦，我差不多用偌济纪念币，安尼我唔知咧，我无算过。因为我不是我准备的啊，不是你准备啦哈，但是你有就是帮忙的来忙、啊、来这来把戏的得掉哈啊，所以这么说，家龙说好了吗？哎，都已经洗好了，所以大家看哦，有很多的贡品都已经完成了。其实呢，哎，前次作业哈、哦，洗藏油啊啦，啊拔藏啦，也是很辛苦啦啊。那这十几十几罐的藏啊，你得掉了哈哦。哦，非常好，非常好，谢谢你哈。每天都要，每天都要来啊。嗯嗯哦，是是是。嗯、好，安尼好，安尼就卖给你交掉，好你不赢。好，谢谢，谢谢，感恩祝福你哦。好、好。好，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斋堂的地方啊。大家现在都是非常的忙碌，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水陆法会就是农历的3月24号就开始喽，所以大家都有前置的作业哦。我们现在来请问这位我们的师兄，你好，贤士，你好，
来来来，给人自我介绍一下。来，我讲本地在里头啦。来来，来你好，贵姓？我姓张。张师兄，你是哪一个道场？丰源教室。哦，丰源教室啊，丰源教室，我请问你，啊，这盘不是拢摆好势啊？恁今麦是要创啥物？今麦迄个，今麦要做迄个翻领锁，要做爱用安尼啊。翻领锁。哎，翻领锁要捕捉要用的啊。哦，是哦，是。所以你即卖就是讲，即卖先甲遮个物件先甲看落好，要用的有适应的盘啊，拢甲看看出来安尼哦。嘿，对。安尼遮也无用偌久。所以做爱紧做啦，你嘛只先甲你看看咯，共款的先紧看安就对啦。哎。所以你拄只是咧紧讲较大细的盘拢拄啊好安尼。啊，平均安尼，较平均啊，较好看安尼。啊，是毋是讲吼安尼家己紧紧的，啊，摕出来洗洗安尼？对，洗洗，还佫七落单呢，啊，准备明仔载要用安尼。啊，你来做几工啊？我今仔再来呢。今仔再来。爱佫转去吗？爱。哎，做好啊，明仔再过一段呢。哦，辛苦了哈，谢谢你呀，感恩了哈。你看看哈，那弄咱阿公每一次呢，在我们的水陆法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哎，这个供斋饭啦，或者是要供品啦，这些都是要有很多的供盘。这些供盘，如果平常我们法会圆满的时候呢，都会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它一个一个叠起来哦。可是当然水陆法会又到啦，那一定要把这些供盘再拿出来。那拿出来的时候要挑同样大小的才用得到。好，我们现在也来访问一下哦。来，师兄你好，班长你好，来班长，来来好啦，老公不要紧啦。来班长你好，你好，来，你是哪位的地方？哎，丰源教室。丰源教室哈，第几届班长？第十九届。要改哦，第十九届的班长，今天有多少学员一起来？今天有他将近十个。十个哈。对。啊，这十个学员是要来做什么的？就是翻领锁的布置，还有碗盘的清洗。对，翻领锁的布置，翻领锁大概要有什么样的布置呢？就是一些用那个智慧掌的莲蕊啦，还有一个是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莲座，还有老祖的座位。是是，对，所以今天这个翰林所的布置，今天就一定要圆满吗？对，还有那个正前将军呐、啊，那边也要准备。哦，对对 对，正前将军哦，就是每一次呢，在我们法会的时候，就好像那里关库会赶快拿哈，对，大家都不能乱来的，因为要守规矩哈。所以这些今天一定要布好，布置好了。布好，因为明天下午就要那个要开坛了嘛。对，阿藏来十个仙士可以做得好吗？对，应该可以完成今天。哎，对。我刚刚看到大家洗碗的洗碗，拿盘子的拿盘子哈。那今天几点开始来这里忙的？今天就早上九点这边开始忙。是。对。所以很高兴，谢谢师兄哦，在你在忙的当中打扰你的时间，谢谢，感恩祝福你哈。我们知道每一次法会的前次作业哈，我们看。他们在忙什么？其实很多人都前几天呢、啊，法会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是大家都一起来忙碌。但无疑就是一定要促成这一次的法会相当的圆满哦。所以大家都是供养出很多时间。那我们来看哦，那边也有很多的师兄师姐哦。嗨，师姐你们好，来来来，告诉我们这个是在做什么？因为这个木板用久了嘛。哦，不好意思，嘿，因为这个木板用久了哈，那两层已经分开了，怕手会去刮伤，所以就把它用胶带把它粘起来。对，所以这就是前次的作业。对，那您是哪个道场？安心道场，土城的。土城安心道场。对对对对，一样一样。你访问我们朱班长好了，朱班长、来来来，访问朱班长。来，朱班长来来，他处理，那没有关系了，来。那就是说，这个牌子就是已经我们可能用了好几年了，哦，已经用了好几年了。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哈，现在就是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把它弄好，也买别去挂点旧了哈。因为我刚看你们在把这个贴好嘛哈，是不是？对对对对。那这一次我们土城安静道场大概做哪一方面的工作？贡品还有厨房的。厨房啊，厨房是做什么样的？炸油炸贡品的。油炸的。对，还有切菜。还有切菜。切菜。对。切菜，所以等一下，你看这么一堆的菜，就是你们要去洗、要去切吗？不是不是，那是别的道场，对对，是是。那你们是负责切菜？对，那边在外面的切菜、哦，外面还有切菜，对外面的厨那边。这一些是给大众吃的，那我们是供火的。对对对，所以两个地方不一样吗？不一样，分开做，对对对。所以这个礼仪，这个供佛的规矩，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法师都要教导你们？哦，对对，有分配工作。
对对对。那你觉得分配这个工作，你们是大家一起做还是个人来做？大家一起分工合作。对对对，合作了。哦，是是是。啊，有空的时候就帮忙这样子协助。预计来几天哈？哦，全程。全程。全程八天啦，七天。对对对，九天八夜。对。哎，都是负责这个工作就对了。对对对。好殊胜哦，那家里怎么办？家里我们小孩子都大了，无所谓。哦，是吗？对对对对。那你呢？一样，对对对对。哦，那家里的譬如说先生啊家人啊都欢迎你们来吗？都 OK。 支持你来吗？有很支持。有，一样非常支持。对，所以你看吧，来参加这么样的殊胜的法会，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欢喜心，家里的人支持，那小孩有人照顾，小孩长大了无忧无虑哈，来当法工哦，这功德无量哈。所以你看看吧，我们每一次哈在水陆法会的时候，你可以看这么多的志工，他们愿意全程的来付出，真的就是功德无量，真的谢谢你们啦，谢谢，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来师兄，来，咱即卖暂时休息困一下，来师兄，马德啊，你讲你四十年冇包过刀哦？系啊系啊，四十年，较早细汉的时候，厝的做田啊，饲牛吼，咱爱饲牛哦，啊，咱爱割草，嘿，所以较早细汉定爱抹着迄落刀。恁拢总爱抹几支刀啊？我这应该二三十只吧。二三十只哦。对，二三十。气尾声嘛。还好。哎，还好。像爱博二三十斤呢，气尾声呗。还好啦。还好。哎呀，嘿。啊，来拍。哎。大家就是爱学啦，学出侪物件呢，只都有欠人，我就来用啊。是。看到这个瓦刀啊，吼的，足咱原始、足传统的迄个感觉哈。啊，这刀啊，敢是抹一工就好啊？今仔日用抹，花卉期间都袂用抹。好是哦。为什么花卉时间袂使抹刀啊？来，师傅捌讲过吼，因为咱啊花蕊进前咧就抹抹的吼，啊你花蕊这中间咱就唔免阁抹啊。是，因为磨刀呢，最主要就是说希望切菜啦，哈啊，厨房比较方便啦。对对，比较好切了。是，所以也难得呢哈。磨刀子的感觉怎么样？有这个机会哦，我就感觉要蛮不错啦。是，多谢了一个抹刀的这个机会呢。啊，除了磨刀做法工以外，阿哥要做啥？听班长的，班长安怎安排，阮就安怎用。好，所以您今天嘛听班长的，先话得了。对，只要爱做什么，阮就做什么呢。因为法会是非常慈悲的，在法会期间，师父开示就不能磨刀了哈。所以大家知道了吗？新加坡好，阿珠财神大家拢较方便啦哈。所以还有很多法工要做，那祝福你们喽。越来越顺利，好不好？好，谢谢，感恩，感恩。谢谢。